天哪，我简直不敢相信，你竟然给我发私信了！对不起哦，我前段时间太忙了，一直没看贴吧。我也很希望跟大神多多交流，共同进步。 是吗？薄荷更新了，看到了吗？喜欢吗？天哪，我今天是走了什么世纪大运啊！大人竟然秒回，刚看完，超喜欢，而且女主角，而且这次更新的内容和我的校园生活很贴近。 我对女主角的经历和感受都能感受身受，太棒了！是吗？在你们生活中也有像你一样可爱的女孩子啊，她也遇到了秋克之后，又遇到了旧朋友。天哪，天哪！大神真跟我聊起来了，我得多发点疑问句，把这段对话继续延续下去。 是的，那个女孩子超可爱的，而且她也跟一个老朋友重逢了，甚至也喜欢跳芭蕾，说不定我也能给你带来很多灵感呢。我以后可以多跟你分享我的生活吗？还，那个女孩子，自恋。 好啊，欢迎。iQIYI Two Black Silly Bang，话题第一档的在。